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我是娜娜。先前介绍的古风绝美放置手游《苍秋幻梦》，大家是不是都去参加事前登录活动了呢？游戏目前已经在双平台正式上市喽，登录立即送多名五星角色，还有40连抽任你选择。不知道怎么搭配没关系，看完影片立即下载游戏，你就知道喽。经典放置玩法是《苍秋幻梦》最主要的特色之一，采用竖板放置的战斗模式，只要单手即可操作。无论是离线挂机或是自动战斗，都可以领取五星英雄碎片、大量元宝、顶级神装等超丰富奖励。虽然是放置玩法，但是阵容搭配还是会对战局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游戏中的角色分成主攻、坦克、辅助三大类型，每名角色的站位都很重要，会影响到团队的输出和防御。此外，英雄还分成水、火、风、雷、阴、阳六大属性，各属性之间除了会相互克制，玩家也可以透过收集并上阵特定数量的属性英雄来解锁不同的属性加成效果。像是上阵六名阳属性阵营英雄，即可解锁光芒万丈效果，获得非常强大的能力加成。因此阵容的搭配安排还是需要玩家多费点心思咯。苍秋幻梦目前已经在手机双平台开放下载咯，开服超多好礼送不完，登录立即领取多名五星角色，更有40连抽可以自由选择。想要走实力阵容还是组成后宫妹子阵营，都由你决定哦。游戏特别邀请最正美魔女王彩华、最亮星二代黄雨婷以及最美实况主王一婷来扮演游戏角色，让游戏添加更多色彩。还等什么？立即下载《苍穹幻梦》，绝世美人等你哦！就在《苍穹幻梦》。